台九线249.8公里处瑞穗乡的瑞北段发生一起车祸意外，正姓的军人他驾车载女朋友行经这个地方，疑似因为天雨路滑打滑失控冲撞到电线杆，车辆严重凹陷，驾驶呢正姓男子全身多处挫伤，不过意识清楚，没有生命危险。不过副驾驶座的江姓女友现场就失去了呼吸心跳，救援人员赶快破坏车底，把这个女子送往凤林荣民医院急救，还是宣告不治。警方初步了解，38岁郑姓军人和35岁江姓女子是男女朋友。江姓女子是花莲人，郑姓男子是台东人，也在台东服役，休假北上赴花莲找女友，再一同开车返回台东。不料晚间8:10经过瑞北段的时候，就发生了车祸意外。经处理人行当场发现，西部自小客车于该处发生自撞路灯事故，造成驾驶及副驾驶座乘客两人受伤。救护人员立即将两人转送凤林荣民医院急救，其中驾驶全身多处受伤，无生命危险，副驾驶座乘客伤势严重，经医院急救无效宣告死亡。经查，驾驶有合格驾照，酒测值为零。本案处理员警以一程序完成现场车位收证，肇事责任将带送专业单位检验分析，以厘清肇责。瑞穗消防分队分队长杨伟立表示，接获报案，在台九线马兰沟西桥附近发生车祸，车体严重扭曲变形，因乘客受困车内，救难人员以油压破坏剪破坏车体把人救出，其中驾驶郑姓军人右手及身体有多处的受伤，意识清楚，送医之后没有生命的危险。消防局于今日晚间8时许接获报案，于瑞穗乡马兰沟西桥发生车祸，那有人员受困，随即派遣救护车及消防车前往，那到达现场后发现该车祸的车辆扭曲变形，并有一人受困在车内，那他呈现 OCA 状态，那我们人员立即以油压破坏器材撑开患者受挤压的部位，那顺利将患者脱困之后，使用 LUCAS 给予 CPR 并进行静脉输液，那由救护车后送至凤林荣民医院。而副驾驶座的江姓女乘客伤势严重，救出时已经没有呼吸心跳，送医抢救依然是回天乏术，而确实的肇事原因警方已经深入调查。谢林杰瑞香报道。